说寒门出贵子已经终结，普通人想考上名校很难。有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竞争，只要你足够努力，依然可以咸鱼翻身。但假如连物种都不同的话，怎么公平呢？龟兔赛跑，笨鸟先飞，又或者像这只蜗牛一样慢慢地往上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喽。你可能听过这样的理论，现实就是有条件的家庭就可以请厉害的老师，厉害的老师就会教育出厉害的学生，而厉害的学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家庭的资源和能力，再去请厉害的老师教育他的孩子。当然了，在我看来这都是胡说八道。瞧吧，闷死了喽，就理化动。那么问题来了，各位认命不？当然不能认命。往远了说，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的梦想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往近了说，有哪个高三的学生不想金榜题名？有哪个高三学生的家长啊会为学生的教育省心省钱，是吧？是。已经录制完了，全部按照你的稿子说的。OK。哎，不好意思啊，哎，你凭什么让我们小孩上清北喽？哎，这位姐姐问得好。就凭这个，哎，快走快走！哎，等我。就凭这个，寒门子弟出人头地，垫底差生逆袭成功，所有的秘密就在这堂精品有声课。课程分为感悟篇、技巧篇、冲刺篇，原来挂在得到上，加了会员还要卖798。今天算是我个人进社区发福利，一口价388，还送超市优惠券。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就超哥，离得好远不喽？不远了，阿姨，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嘛。你加了之后下载 APP， 免费试听一节课哦。还有哪位家长感兴趣？加一下，加一下啊！只要388一口价，388一口价啊！还贵怎么办？我都这么贵。那边有没有感兴趣的？加一下，加一下。是的嘛。不好意思啊，我这里一些传单你们先看一下啊，我接个电话。那有话就是个骗子，晓得吧？现在培训一个好啊。校长啊，哎，那个郑校长啊，前面改成了一个副字，这个楼校长怕是不得来了。对呀，你外面来。不过啊，这学校合并之后啊，校长面前多了一个副字，换我也没脸来接牌。他毕竟以前是龙海的一把手，现在。德校。哎，德校。德校，哎呀，德校，德校，哎，你好，你好，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丁哥，哎，你好，你好，你好，清早就被催到龙海那边搞交接，一堆的工作刚忙完，没事，没事，没事，来迟了，来迟了，哎，没事，没事，哎呀，高校，哎呀，去交接去了，太晚了，弄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高校长，咱们就开始，各位家长，各位老师，鸣龙实验中学揭幕仪式现在开始，来，咱们一起，一二三。自从鸣鹰实验和龙海实验中学合并之后啊，可以说是风波不断。鸣鹰实验大家都知道，被誉为那个星洲小清北，它标志性的蓝白校服是无数鸣鹰学子的骄傲，一本上线率达到98%。那龙海中学呢？二本上线率20%。按理说，两校合并呢，这本来是一件促进教育公平的好事，
可以周前明英实验的高庆娟校长对两校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场模拟考试，按成绩重新分班，并且啊私下劝说排名最靠后的学生放弃普通高考，寻求别的出路。他们大多数啊都来自龙海，就是怕拉低他们的上线率了。姐都是教的一样的，凭什么我家儿子就不配考本科了？和平就是学习好的帮助学习不好的，对不？现在呢，明英的去了桃李班，龙海的就去了松柏班，搞什么？搞什么合并了？这是因材施教啊！哦，对，我的孩子就是明英的，我认为这种抗议行为是非常不合适的。今天我们请到了原龙海实验中学的校长，合并后的鸣龙实验的副校长娄静之，欢迎娄校长。钟叔好，大家好，我是娄静之。那么娄校长，这次两校的合并啊，您作为原龙海学校的校长，这次合并之后呢，您出任的是副校长。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些传闻，您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这次呢校舍改迁，啊，我们有幸纳入了明英，也就是在这个合并的契机下，我们集团的领导，尤其是高静娟校长，有愿景，有魄力，真正的接纳我们龙海的学生，倡导教育公平，不搞区别对待，所以我相信未来的鸣龙实验一定会像当年的利州奇迹一样，创造出属于他的教学成果，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台阶。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也许对这个奇迹不太了解，没关系，我们重温一下。说起雷立中老师呢，在他将近30年的教育生涯当中呢，通过免费的课外辅导，把将近300多个成绩垫底的贫困生一一送进了大学。没错，立州奇迹不仅仅对于新州的教育界是一次传奇，它更是一种精神，一份宣言。它告诉我们每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退路，甚至没有好成绩的学生，我们是不会放弃你们的。目前我在两校合并之后推行的直普协调发展，也并不是为了保明英的升学率。高校，你让我把话说完。让那些成绩在350分以下的学生不走普通高考，走高职单招，其实就是因材施教。直普协调发展的趋势本来就是为了培养技术性人才，拓宽就业和上升通道的。可高校说的那批350分以下的学生，基本都是我们龙海的哦。我们说是因材施教，可到了家长那里，到了学生那里，会被理解成什么？变相劝退啊，那基本上彻底放弃了这帮学生。所以楼校的方法就是立州奇迹。怎么个奇迹法？哪儿来的奇迹？行，借着高校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一个方案。招聘名师，搞一个教学实验班，一年之内目标就是逆袭考上一本，创造属于我们的鸣龙精神。这个想法非常的热血，也很网红，但即便是在座的任何一位特级教师都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妄想，敢拍着胸脯子保证说一年之内能把350分以下的学生都送入一本吧？倒是有一个敢拍胸脯的人选，雷立州的儿子雷鸣。广告、手游、新媒体、智能家电、共享办公。离开智想之后，他还做过什么呀？创业的确有风险，但这也恰恰说明，他就是个当老师的料。当年在智想，那可是风云人物，最佳战绩就是把某一期成绩最差的学生通通拎出来，成班突击一年，最后这个班成了智想的招牌，他也成了年薪最高的老师。恰好他还是我大学的小师弟，又刚回新州。抱歉，我插句嘴，现在就算是走内推，招聘流程也来不及配合。肖主任多虑了，
2周前，雷鸣就通过了龙海的聘用程序，初试、复试、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的材料都在这儿，大家可以看看。看来娄校是早有准备。非常时期嘛，都是为了孩子。行。高校直扑协调发展，娄校教学实践，这都是很好的办法，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学生。我看这样吧，这两个办法呢，咱们就同时进行，同时去试一试，就跟咱们两校合并一样的，求同存异，通力合作，就这么定了。今天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兮惆怅而独悲。什么意思呢？回家去吧，田都快荒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心都被外物秋尽驱使了，为什么还在失落悲伤呢？后面两句，吾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意思就是，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补救。哎，老师说的都听进去没有？又得给人上课喽，雷老师。怎么才回来？找你啊！你怎么就溜到这儿来了？大姑都找你半天了。放暑假也不提前说一声。刚下火车？这都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行李呢？雷老师，我大学毕业都十几年了。雷先生，您父亲是阿尔兹海默早期的症状。我们疗养院特别适合照顾这样的老人家。我们有两款，套餐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第一套方案是高端疗养，从护理级别到日常生活都是按国际标准来的。大叔，别看了，我未成年。
刚才说到哪儿了？啊，雷先生，每位老人呢都有一一对应的护理师，享受的是特级专护。我们的餐饮标准也是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来的。根据您需要的服务，我把第一套方案的费用给您算一下。您稍等啊。你看着比照片小好多呀，不像25。你也不像25。喝点什么？有点痛经，温水就行了。哎 ，waiter， waiter， 你好，一杯山崎18，一杯温水，谢谢。雷先生，雷先生，你继续啊。您可以看看我们最新的宣传册，第一套方案的费用已经给您算出来了，月付35000，年付35万。30几万？是的，年付的话非常划算。咱们再看看第二套方案吧。你喜欢这个牌子，他们家戒指也不错。来，我看看你的戒围。你说你来新州出差，那你在上海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我是做销售的。做销售赚得多吗？需要什么文凭？你是出来找男朋友还是出来找工作啊？如果我做你女朋友，你能带我回上海？现在小姑娘聊天都聊得这么凶吗？一杯酒没喝，就要我带你去上海？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工作，我可以自己赚钱，不花你的。到时候机票住宿，我都会按利息还给你，不占你便宜。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在上海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需要多少？啊，我住的酒店离这里就一条街，要不去我那儿再聊聊，说不定聊出感情了。我真带你去上海。您对第二套方案有什么疑问吗？雷先生，雷先生，啊，您要是遇见熟人了，尽管去打招呼，没关系，我就在这儿。没必要，这男的不是女孩对手。什么？这是你刚掉的钱包，里面有本地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小区门禁卡。你都是这么聊天的呀？在酒吧附近开间房，然后骗别人说自己是来出差。是跟爸妈住，还是家里有老婆呀？小姑娘，高中生装什么成熟？这个年纪就想出来赚零花钱，还嫩了点儿。别忘了结账啊，谢谢。第二套方案呢，虽然是每年节省十几万吧，但是是双人间，除了房间的朝向、硬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配套的医护条件不一样。您刚才也说了，您父亲阿尔兹海默早期的情况，我们针对这类老人，开办了舞动、园艺、烹饪疗法和多感官刺激等各种治疗项目。就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推荐您选择单人特护病房。没事，人多挺好。我爸喜欢人多，可以讲课。那就第二套方案吧，就这么定了。啊，好，没问题。那我回去把方案再细化一下，咱们回头再联系。好。
轻一点。龙海的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叫叫书包。明灯的都不检查，就检查我们龙海的。哎，我头发也没有，我洗的。哎，那个龙海的，你站住，过来。老师好，我准备上厕所。不是，你是不是去年更大呀？我们查明灯，查龙海的学生啊，不公平啊！我没带手机，手机拿出来。走。哦，丢了包了，真没拿手机。喂，哎，是这对古关吗？祖木木今天查的可严了，已经折进去好几个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来找龙海乔布斯。然哥，一至二十收钱。我搜你。呀，没空地儿了。拿来。这能行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发明能屏蔽探测仪的神器了？神器在这儿。是不是排错了？别惹他，有事儿吗？哦，没事没事没事。查了钱，查了钱，查了钱。行，可以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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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组队，好好学啊。走，走。老师好。同学，你哪个班的？四班的。等一下。行行行行行。我教四班语文，怎么不认识你？开学前分班摸底考，我从龙海考过来的，老师可能没记住。哦，走吧。站住！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忘记了。谁呀你？你就是龙海乔布斯啊？人才，这谁让你戴项链？谁都不服，就服你啊！取下来，这么多手机，你怎么想得出来呢？你，哎，同学，你明英的在这里干嘛？不是老师，我虽然在校服上乱涂乱画了，但我是为了爱与和平。别说话，安静。哎，你站好了，站好，你等着啊。你看，你看，你看，看！哎呀，谁有剪刀？那位同学，你裤子剪完了吗？哎，干什么呢？站回去，站回去。来看，怎么？站这儿，站这么死是吗？
和其他几位副校相比，我这间办公室离厕所最近，也好，方便还清静。快了，师哥，既然你煞费苦心的找我出山，又煞费苦心的安排采访，明年就搬楼上去。哎，不是你找的我吗？行了，我见高校了。小雷，不管你信不信，我全是为了龙海这批学生，不想让他们被别人忽视，这么轻易的被放弃。把那个点和心的距离注意一下，15公分，望子摆好不就行了吗？你信？这个新起点的点也不对，再往右。这你得问他们自己啊。就好比你问一个癌症中晚期的患者，你说参与化疗对他们的人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说啊，鸣龙实验需要这种教学实验，就算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表示，最起码让住院的人有个念想，让未来要住院的人有个希望。错，鸣龙实验需要这场教学实验是娄庆之他的一厢情愿，你参与多少我并不确定。别紧张，李老师，我无意揣测你背后的动机、目的还有利益，我愿意相信你放在桌面上的理由。你曾经是一个教师，现在重回教育领域，想重振旗鼓，大干一场，这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喜欢目标清晰的人，虽然我并不能完全认同你的理念，我也不认为什么李州奇迹可以再现，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但是我得提醒你，教学可以实验，学生不可以实验。但愿我们能敞敞亮亮的，相互需要，相互合作。有什么要求？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老师学生我自己挑。还有啊，明天的开学典礼我要参加。可以，就这些。还有一个助理。爱怼人的行吗？桑夏，我也算是你的代教老师啊。之前让你给学生讲早恋的坏处，你讲早恋的好处。30年校庆，让你汇报成果，一排领导台底下坐着，你讲什么？讲什么学生自杀率？我收到的家长投诉，其中有一半都是你的。你这是要秋后算账？秋后算什么账？算账？在民英，教学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别笑了嘞，病笑了也是先鸣后聋。在民英，学习任务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放一放。高校对你很不满意，那是要开了我？你自己想吧。按照学校之前的承办惯例，规模最小的实验班至少也要5人承办，如果我们的报名者不足5人的话，流程上过不了。肖主任，这事你跟进，这事儿你跟雷鸣定一个最后期限。好。最后一个安排，桑夏老师，雷鸣初来乍到，对学校的情况不熟悉，你来担任新班级的班主任兼代教老师。高校，这个班主任不是我不愿意当，你看哈，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教师，我呢每天早上6点半我要去德育处开门。我要帮荣主任、胡主任处理一些重要校务。曹老师，你的哎，来了来了，这是胡主任的，得在这儿给我清菜。曹老师，哎，先整齐一点，不然以后要重写。曹老师，哎，
中午呢吃了午饭没午休，盯违纪、送文件、查消防、换宣传栏，反正哪儿需要我就去哪儿。隔三差五的我还得去食堂检查饭菜是否卫生。所以啊，高校，不是我找借口啊，只是鸣龙的基层建设离不开我这颗万能的螺丝钉啊。从现在开始，你的基层建设工作全免，再配一间心理咨询室，可以当班主任了吗？我是那个雷鸣的代教老师，对吧？那就这么定了，散会。去念检讨，又不是让你去领奖，那也是代表呀。那么多违纪就选咱俩，不是贪慕我们的颜值，我都不信。跟你说，我喜欢穿 T 恤还得分前后，音乐开到最大才能够穿透。都说双眼是人心里的窗口，为何你总低头？这里 party 开始还有三秒钟。告白啊，同学。什么？你擦我假睫毛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都长阳都站在这里，少不了老师的培育，同学热心的帮助，家人亲戚的关心。今天的成绩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我们将更加优秀。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部分同学身上存在的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下面，请严重违纪的学生上台做公开检讨。哎，到你们俩了。吸引我们展翅飞翔，海洋将召唤我们扬帆起航，平原将等待我们信马由缰。我们斗志昂扬地站在这里，少不了老师的辛勤培育，少不了同学们的热情的关心啊，不是，少不了同学们热情的帮助，少不了家人们的关心。今天的成绩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我，未来的你们更需要遵守校纪校规，即便做不到鸣龙以你为荣，起码做到不以你为耻。下面让我们欢迎优秀学生代表，本次高三模拟考年级第一，本届民营之星获奖者，高三二班沈耀同学。
顺序替太阳弄直，回自己班里。学生都将一视同仁。既然来到新的学期，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学校决定在高三年级新建一个专门针对报考双一流大学的教学实验班，有兴趣同学可以报名参加。快点，快点，去呀！现在有请雷鸣老师为我们大家做介绍。校门口挂你衣服的人吗？肖主任，帮我拿一下。谢谢肖主任。首先呢，我要感谢高校对我的信任。各位同学，不用紧张，咱们就是放松一下，来做个游戏。下面有请高三的全体同学移步到四号跑道上，排成一排，谢谢。社会学游戏很简单，接下来请各位根据我问的问题诚实的选择前进或者后退。如果您有持续学习功课以外的特长并达到一定的水平，请前进一步。如果你的家长有能力辅导你的功课，请前进一步。如果你的家里曾经给你报过课外辅导班或者请过家教，前进一步。如果你觉得毕业之后找工作毫无压力，请前进一步。
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幸福和睦，前进一步。如果你的生日很多时候会一个人度过，后退一步。如果你经常感到自己需要为学习以外的事情而忙碌且苦恼，后退一步。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好的安静的学习环境，后退一步。如果你的家长经常缺席家长会，后退一步。如果你活到现在仍然对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毫无概念，后退一步。现在看看你们前后左右，thunders roar in your heart.